确定车内有名嫌疑人，车上有炸药，说三车辆。高晓飞在撒谎，这里之前堆过东西啊。闻到的气味判断应该是化工品。买家所有同事搬家，那也太巧了。你们对他身上发这么多心思，值得吗？东州市反诈骗中心今天正式成立。我们是人民警察，请你相信。邪不能压制。